子最快意的莫过于持手中笔量天下事，逆风起笔最能得势。当然还是有办法杀他的，毕竟我在不停的刹车，不停的打普通攻击，如果不是这刹车普攻，刹车普攻，刹车再普攻，应该是这个人是倒下来的。这就是国时期的戏。我真的是玩不了我这一把，宝宝，我也玩双枪，玩什么不好？我也打双枪，找到上分的密码了。打不过就加入，看我双枪支棱起来，兄弟们抽个奖。一舞剑气动四方，瞄准你生命终点，宝贝。拉扯。哇，真的是受不了了，这哎，他不暴击，他暴一暴啊，哥，下不来了，我吐。哎，我真的是无辜的呀，这样我怎么打呀？虎牙688每晚7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